晚安。晚安大家，妆还没画完呢，所以今天是3月15号，是我一个朋友的生日，两个朋友，也就是李彩杰。可是我今天没有要跟他出去，他有问我要不要跟他去吃饭，可是好像不是今天，就是之后会跟他去吃饭之类的吧。还有李梦纯妈好像要再办一个生日的聚会之类的。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庆祝19岁？因为不是听说庆祝19岁的话，运气会变不好。但我觉得人要活在当下，所以就庆祝吧。因为逢九必衰，就是有这个说法。我说出来了。那个，晚安，大家晚安。在化妆，所以可能还要等我一下。OK， 嗨，林吉星，嗨，妈突然跑来我的直播看，是吃饱太闲吗？嗨，吉星，哦，遮亮的额头，对啊，因为我没有去纹发际线，所以我的额头就是这么高。但我今天化的妆很好看，所以大家可以。抢先看到，我今天找不到我的那个，找不太到我的那个刘海的夹子，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这是之前买东西送，就是它是魔鬼粘，然后就直接可以这样贴着，把刘海贴到旁边去这样。可是我在眼睛画的差不多之后，差不多可以把刘海弄下来。所以我也还没夹头发，所以什么都很塌，笑死。昨天
好像比今天还好看。今天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想要留言在哪，结果掉。我断播了，我3月9号没有看。三月九号不是蛮久以前的吗？没关系啊，可以再继续累积。反正我到日本也还会开直播，所以还是可以慢慢累积的、啊。再看一百遍，再看一百遍直播。好。是我的肚子，我真的把我的那个修容摔碎了，然后刚好把它全部洒出来，完蛋了，对啊 ，Then 就是一个不小心就把它摔碎。然后它就变得很可怕，可是它又很贵，所以我又不想把它丢掉，所以我就继续用。你还可以用啊，它就只是碎掉而已。贯彻我的节省精神。为什么那么亮啊？因为大家过曝了啊！昨天我跟你讲，我昨天看直播以后，我就已经快不行了，就很想睡觉。然后我后来就，我不是昨天看起来就很累嘛，然后我昨天竟然还能撑到就是下楼洗澡，然后刷牙，然后还有干嘛？我还有干嘛？卸妆，对，还有卸妆。但洗完澡又不知道怎么精神会变好一点，所以先洗澡，然后后面两个事情就先卸妆，然后洗澡，然后再就慢慢刷牙，然后就溜到床上，然后滑个手机就睡着了。我就是躺了一下，然后就然后就整个昏倒。我没有办法不卸妆睡觉，因为真的那个感觉很不舒服。我就说我很。我有一个就是强迫症，就是一定要做好一切事情我才睡得着。我就算再困，可是我只要没有卸妆、没有刷牙、没有戴好牙套，因为牙套很贵，没有戴好维持器，然后没有做完一切准备就绪，我是睡不着的，睡了没办法睡心安理得，笑死！好了，我好了，夹个头发。坚持算是吧。还有啊，就是会想到那个牙套很贵，然后就会觉得觉得不能够忘记戴维持器，而且戴牙套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就不会想要再一次了。谢喽。对啊，不管多累，一定要事情都做完才能睡觉。モデルさんのように美人メイクになりましたね。お、そうですか。雰囲気があった。嬉しい。刚刚是啥声音？刚刚是我朋友在打
喷嚏。你们就有跟你提到说，就是我昨天还是前天，不是跟你们提到说我四周年有找我的大学同学，就我大学的一个朋友来看嘛。然后今天是李彩姐的生日，然后也是那个朋友的生日。然后他今天，我们大家晚点要去吃东西，所以我现在才在这边，就是弄得自己人模人样这样子，因为他没时间了。然后他就先来我家待机。嗨，乐乐的朋友，你可以说声嗨啊，能不能？他把名字讲出来，再把名字念出来。他其实是来看熊熊的，我就是说，我跟你讲，来这间房子里面的人，十个里面应该有八个都是来看熊熊的，剩下两个可能是我爸。我爸现在也逐渐变成进房间为了看熊熊。来看熊熊翻跟斗，熊熊都会到处，我都用熊熊骗妹子来家里啊。房间里藏女人，就是我。同学有猫咪的把柄，猫咪很好利用的、啊，大家养起来，领养代替购买。啊，忘了我今天没有要夹那一碗呢，还是我要夹那一碗？交给大家决定了。这边是直的，这里是内弯，好像直的比较好。我自己已经有答案了，我还问别人。问就是假，我好像比较喜欢直的，大家都不喜欢弯的齁。半半，你说一半直的，一半弯。谢谢下一位。弯的，有人为了小黑说是弯的，没关系，有的是机会。我每次选择障碍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没关系，有的是机会。吃饭也是啊。吃饭有时候选择障碍，也会想说，反正人生还有那么多餐。
请问怎么了？人生那么多餐，这牙正的啾啾你。嗯，我的帽子呢？拿到这里。哎呦，所以买的潮帽，戴起来是不是看起来很潮？只是这种回事。是时候饭撒一下，你看很厉害，我那个时候打哈欠，猫咪摸鼻子就打。音乐的 WiFi 密码吗？我不知道，是你要去问那个，你要去问阿不啾。哦，好吧，因为我现在在会议室直播，然后我要卡死了。你要看，你要连，你要连、那個，你要连，你要连那个 WiFi。你去问姐姐，还会搞。好，但在连不到好言呢、啊。可是会议室不是就在好言办公室隔壁吗？哦，他网路真的很烂。小会议室。哦，小会议室。不然，好吧。不然你去拜拜问一下，就只是这样吗？好，拜拜。没有任何事情，我来问你这套密码。好的哟，待会哦，爱你哦，柏林堡，拜拜，啊，熊，爱哦。你不是要走了吗？没有，我在看猫咪。天哪，它好乖哦。笑出来，但用脸不够嘛？哎，不见，好，他不见了。待会了，拜拜。祝你直播愉快，谢谢。祝你直播愉快哦，谢谢。拜拜。祝你 WiFi 连线愉快，拜拜。谢谢。搞什么东西？我以为是就是来找我聊天，结果只是来问 WiFi， 问不到还接拜拜。大概是这样。喝先睡茶。口红都要掉了，眉毛直接闪，真的超过分。宜家 style， 好耶的密码，喜欢的密码怎么可以轻易的分享给你们呢？其实我是知道的，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忘记我上次为什么会连到，好像是哦，之前找大哥录 cover 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说，哎、欸，查不到歌词，因为那时候我们因为一个发音，然后就在纠结很久。然后我说查不到歌词啊，然后他就说，好像我给你那个还是练团的时候，练那个乐 TP Band 的时候，因为 TP Band 的时候也是阿不啾大哥在负责，就是帮我们监控我们的练团状况，因为全公司好像只有他有空，也不是他有空，我好说好像他很闲一样，就是全公司也是只有也只剩下他可以帮我们的这样子。5280134，怎么可能？如果喜欢音乐的密码是52801314，那问题很大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柏林到底做了什么？竟然不是喜欢旗下艺人可以获得喜欢音乐的密码？哦，细思极恐。柏林夫获得非凡定位，就要看是谁设定的，或是紫红老师设定的。紫红老师，你，紫红老师，你，好，不要乱讲好了，再给人家带来困扰，但我就好好笑，超展开，真的。
外服是突然外服密码，连外服也要密码哦。今天你要嫁给我，哎、欸，我要没电了，忘记把我的，忘记把我的密码就是，哇、哦，我在往下翻，差点就掰了，各位。现在我充了电吗？没有。真的？有啦。哎、欸，红包，充完药的时候给。哦，没有，这是我自己的红包。一直会错意。不行，这个帽子好热哦，拿掉。我能够接受这么热的帽子。我平常一直看镜子，就觉得我自己今天化的妆超好看。真是可惜了，今天看不到的人。你说干什么东西？咬他！我在跟他打仗。什么叫做比握手会那两天好看？没有，握手会那两天我画最好看，都很认真的画，不可能被自己美到。不是手手预备来了。你干嘛舔我的脚趾？你们不要口味那么重，我不能接受。赶快抢红包！谢谢博成的红包，耶、yeah ！哎、欸，目前运气最佳柏林获得29钻石，谢谢。什么口味不要那么重好不好？超恐怖！谁在后面？我的同学。我们今天是他生日，所以等一下要去吃饭。Where's the toilet？ 他是澳门的朋友。罗现在又把名念出来了。Ash so 陪啊 ，so 陪啊。你确定直播可以讲？哦 ，so 陪不能说。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句话，就是闭嘴这样，不是吗？他很脏吗？对不起哦。嗯，我觉得你粤语骂哪一句也是很脏。是啊，澳门的朋友，对，你是在说 so 陪啊？一直快念出来，我因为他的名字很难念，所以我念出来你们一直不会打。还有你都会，因为我第一个字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欸，我念出来，然后就马上，我跟你讲，我已经在直播之前念我弟的名，念超多次，大家都知道我弟叫什么，真的是叫人家闭嘴吧？对啊，你知道某某跟我说，就是他也是，就是他也是会讲这一句。原来是 Macau friend， 他说澳门的朋友不要乱交，没有，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我然后通常都是我去查，然后就看到，哎、欸，我很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这句话，我就说，哎、欸，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就说，哦，这个意思是，然后就会了。台嘎好，哎、欸，台嘎好不是那个吗？台嘎好是特客语。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柏林。诶、欸，为什么你那么准？因为刘小晴教过我。大家好，有标准诶，真假？真假？真假？哎、欸，开始多元语言学习中，一直都很想要，不愧是语言天才啊！别再说了，多谢是吗？多谢，我中意你啊，是吗？哦、我中意你。那如果你要跟他们说，要说你哋，你哋什么？你们。哦，你哋，我中意你哋，你哋。下次又不跟你讲中文了，然后那我下次握手会要握手会前要多练习一下。我一直想讲台我爱你这样。我大家好，为什么我
不知道是挖海，挖海是什么？为什么挖海？挖海是挖挖洗吧？挖海，那为什么挖挖中一里就是挖？不是我，是哦哦，那为什么哦哦跟挖菜呢？不是都是我吗？窝是一锅东西，欸，就是小锅那个就是窝，然后我的话是哦哦啊挖海。哦海，哦海，哦海，而且都是哦，哦海，嗯，哦嘞，有没有乱教澳门朋友台语？并没有，因为台语太烂了，这不用担心吧？太过分了。我是柏林，大家好，我是柏林，现在是六点半，不会讲半。卖讲袂差，我的台语，我的台语足好诶。恭喜，你看到诶，拢是业障。我的音乐呢？刚为了王一家停下来。乌海怕冷，乌中会冷，对。哦，我要学起来了。半六点半哦，想起来了，一半，我一百分，地可以收起来，只对我说就可以了，没关系吧？你我连波乐也不一定看得懂什么意思，国术收赔，收赔，半还有点鼻音。靓仔，嗨！哦，这不能讲吗？真的不能讲吗？对不起哦，如果太难听的话，真的对不起。那我不说了。可是我觉得这句好好笑。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能讲。我不会讲，我不会讲广东话，我就是听别人教我的。都是他。破街哦，破街什么意思？哎、欸，破街不能讲。这不能讲，可是破盖不是跌倒吗？对啊，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哦，真的吗？对，它是这都不能讲，那你们就不要打出来。它是一个名词。可恶！可是不就是扑街，不是跌倒吗？就是啊，可能就是扑街，开始甩锅哎，随便啊，都。今天脏话馆最好入门，又说对不起。还是北南，完蛋！今天还好不是香港台，不然今天就是彰化频道，是不是？开甩锅。粤语的话听起来很凶，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讲起来很，跟你讲，很霸气耶。超好笑，直接GG喽！这有两个香港人哦，下一次对我讲。不会，不会，大家都这个年纪了，大家都在场，应该很多人都超过20岁吧？是一点点什么的，没什么啦。喷个香水，今天嘴巴不比较臭一点，所以喷点香水。哎，喷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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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哦！洒洒水，对 我香水都这样喷，就是我这样乱洒，然后开始这样拍在全身上。口吐芬芳，就是刚18哦，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16哦，是吗？真的假的？啊啊啊！这也是普遍级频道，对不起，让 live， 对不起，广东话怎么说？邓居，邓居啊，这很标准问题。让 live。对不起啊，下礼拜告解，知道要告解什么了？对不起啊，
莫拉搜。哦，今天啊，这真的标准，好好笑。你要自己先告诫自己，就是我今天开那个，就是今天那个日本学校，我跟你讲，这个很白痴。我跟你讲，日本学校就是要跟我们开那个什么说明会，线上说明会，就是我们入境怎样，他们在哪里接我们啊，跟着我们要记得带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他本来是写说3月14号，可是他改3月15号，我没有看到。然后我今天我昨天就早早回家，就准备要开。然后我想，三点，然后我就三点开电脑，就发现怎么都没有人。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三点是日本的三点，不是台湾的三点。然后就三点，所以现在日本已经4点，所以他们搞不好已经结束了。然后我想说 ，Oh my god。然后我就去问我的学伴，然后我的学伴就跟我讲说，他们改到明天了啦。然后我就说，幸好幸好。然后我今天就还好，马上2点开，然后马上就准时参与。然后发现交换学校就是国际，所有国际部就是大家外籍生，大家都是好像最多的是韩国人哎、欸，因为我看那整个聊天室都是韩文的名字，然后我想就是，我是去错群组，还是我去错国家交换的是韩国人？在场好像只有没几个台湾人，然后就剩下都韩国人。我想，我去日本搞不好也可以学一点韩国，学一点韩文，죄송합니다，감사합니다之类的。看有出事哎、欸，对啊，还有他改时间了。帮我的，我看告诫，他在直播都乱讲粤语，请问他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觉得会让他上天堂的。去日本学研的时候是美国人的哈 ，OK， 我是比较特别的，我是 I'm from Holland， Hello everyone， I like to drink black tea， 笑什么笑？我后面那个人英文很好，地狱票。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in。 那怎么讲的标准？你会学英国人讲英文吗？我是学英式的。说句话吧。好。你就说My name is Ashley 之类的。好 everyone, my name is Ashley and I'm from Macau。 我怎么讲起来就是有一种外国人的感觉？My name 荷兰话是 My name is Lin。 国名念错了吧？你有没有眼药水？眼药水？我编了 Sasuke。 你有戴隐形眼镜吗？你看我的，有啊，你看我的右眼。我看不到右眼睛，不是灯是关的。那里是黑的，大姐。我看一下啊。我包包在哪？完了，我都乱丢东西，现在什么都找不到。这是你的。准备好了包包呢？你今天带什么包包啊？那个啊，黑色，有个黑色的斜背包，我真的不知道我丢到哪里去，超好笑。来看我整个直播都在找包包的，还是他被我丢在衣服下面，超级乱。准备好。你确定你才回来没多久呢？不是啊，我刚刚要开直播了，干嘛？东西都堆在这里。这里啊，什么东西要出来？大家的东西都是黑色，真的都找不到。我的外套，因为到了一个年纪，真的就不会想要买黑色以外的东西。对啊，我就说你，你要跟他们说长裤打短裤的事情。对啊，我眼药水去哪？我拿到这边找，这边还有光，爱是一道光。不会，那口音很台湾，唱英文歌的时候却很正。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个模仿型歌手。等一下，我是小熊软糖。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了。What's in my bag？ 好，我不管你。
没有。哦，这。你回我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家厕所在哪？你就开门右转走到底。小心熊熊！现在按摩摩他跑出来也不会有人看到他。熊熊就是这么黑黑一只，黑黑黑黑咪。哎，累死了。我知道两间厕所，还有一间在楼下。他刚才脑子里说 Where is the toilet? 可是我没有听到 Where is the toilet? 你朋友进门就被拍了，好吧。回啦，希望他被拍一下。朋友可能选四期，没有办法，他超过我，他大我一岁。他刚好超过，超零，对。喂，他应该没有想加入。他要给我们 IG 啊，他喜欢玩 cosplay， 可是他应该不想加入。朋友呛，不应呛朋友特辑，我要呛朋友，都是我被删笑，被删笑比较多。就棉花棒，加入反而不能 cosplay。我不知道欸，现在 cosplay 应该没有那么那个吧，就是没有管那么多吧，公司。我看前阵大家都在发那个、啊、那个 cosplay 现实动态接力赛，我本来也想要发 cosplay， 可是临时找不到，因为我之前 cosplay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有听到冲马桶声，因为厕所在房间附近。可以当骷髅的种植人，笑死，他会很不喜欢的。JC 波勒九十九中，你说国中的我吗？哎、欸，然后我健保卡上面的照片是国中的我，现在看看其实觉得还 OK 啊。我背书包那个是十七岁的我，我背桃红色背包那是十七岁，然后双马尾是绑到十五岁左右，因为十七岁剪短以后就再也没办法绑那种头发。以前十五岁的时候，头发留到这边来，就这样留在这里，然后后来就剪到这。十五岁那个照片超级无敌，144P， 没有，我的健保卡一开始是我3岁左右的照片，之后还有弄丢了，然后就重新办了一张，然后那时候就只有国中的照片可以用，所以我就是用国中的照片。哦，我被卡了一声。那个走进来哦，干嘛？他笑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隔壁房间是谁？我妈。我开。你开他房间门是不是？难道是？然后我想说，为什么门把是放不下？要求。再把我妈吓死。你健保卡也掉太多次吧？原本是一个月的照片，掉了变高中，再掉变青年，会不会未来三四十年后，然后随着年纪，然后健保卡的照片也在换这样子？我健保卡吧，最小就大概是2-3岁的照片，然后我第一次直接没照片，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好像到现在他的健保卡也是没照片。小咪，抓到你了。咪宝，来给我个热情的拥抱。哦，水牛身上都是你的香水味，可是他现在应该也染上我的香水味了。水牛今天鼻子应该很痛苦。
听到吗？他跳起来了，砰，那个声音。我所会看到博彦在玩相机，没错，我所会带我相机去拍大家相熊熊。很喜欢染上别人的气息，他已经把我的房间都变成他的气息了，好吗？那个熊味啊，非常的浓。他在熊熊在嫌弃你，他在洗澡，过分，这就过分了，熊熊，十分的过分。熊熊味道还是臭还是香？我觉得因人而异。太浓就会有一点不喜欢，可是淡淡的就会觉得香。熊熊的熊掌很香，不要你的味道，他想要把我们都染上他的味道，好不好？他也很喜欢舔我们。我觉得香水对猫都不会是什么好的味道啊，因为猫咪的嗅觉还蛮灵敏，所以这种很香很香的味道，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过多这样子。啪，丢旁边。我在思考到底可不可以出门只带一台手机，可是我的理性告诉我不要这么做。我要带那个，我要用这种手机壳，我要带这种手机壳，然后在后面就可以放信用卡，然后我觉得超级方便，太赞啦！我会放悠游卡跟信用卡，然后就这样出门。钱包还是带一下吧，不用补妆吗？哦，对，你们还有犹豫的啦。到底要不要带啊？又不想背，我最近就是很喜欢用这种绳子去背我的手机，你知道吗？我最近买的，就是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这样背的，我就想要这样子就好，你知道吗？什么都不想带。太粗了吧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手机背绳，它本来就是大概就是这种粗度，好不好？我想以后就是大家要去爬攀岩就可以直接拆下来用这样子。就哎，好无聊哦，我们去爬山吧，然后就直接躺在上面，然后开始。无聊，下一秒就说去爬山。好无聊，我们来爬山吧，这样子。最近的。我有一条紫色的，最近的兴趣啊，不外乎就是爬山，最好是直接断掉摔死。不会去爬山啊？当然啊，大家不知道我最近的兴趣是爬山嘛？像我前阵子去那个金面山，你们没看到吗？大概去年的时候，大岩壁。对啊，爬完以后我岩壁了，诗雅也岩壁了。前阵子啊，大概去年的时候，去年我人生已经有23个年了，然后去年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算是蛮近的事情啊。大坝尖山是什么？来查一下。这什么鬼？这是可以爬的吗？哇，那看起来爬就会很需要我的手机绳啊。为什么要带500块去啊？我看他爬那山都一直带500块，眼睛戴的很好看，灵魂之窗，在雪霸国家公园。500元三神，哦，500块上的图案吗？哦，500块上的图案就是这座山吗？酷欸，我也就是上去领500的，爬上去不会领500块吗？
下去领五百的，下山就可以领五百，直接下去领五百。打喷嚏不要给我那个声音，我生气了。不要装可爱，不用装，因为我本来就可爱。Oh, oh my Ash， 什么好好听，要秀。今天吃的胡椒饼要喷出来，朋友鞋鞋咖，不是打喷嚏没有那么可爱，什么意思？我的喷嚏是 chill， 这样应该吧？我自己有点忘记，有时候会比较失控的，有时候就是会尽量无声一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真的就是我会很努力不要发出声音，鞋咖对视。好，放飞自我的喷嚏。目前应该，要怎么样会打喷嚏？用那个卫生纸这样会打喷嚏吗？我来看一下我的喷嚏声是怎么样。我记得是，这是可以这样子吗？很痒这我真做不到。在干嘛？到底在干嘛？弄不出来啊，是不是太粗了？要再次这样，这个好像也是太重来。斜卡台吗？柏林，到底要怎么会打喷嚏啊？我这样弄都弄不出来。出来骗人！我只要拿熊熊吸一下就会打，真的假的？就我毛毛裤。那你刚才吸那么开心，不是我，我有感觉了。烦啊！我的，等一下，好像没有办法没声音哎。啊！我跟你讲，我前几天跟李梦纯录音，然后我们俩一组，然后我们就在录音，然后录一录的时候，我就好像那天吃很饱，然后因为就是帮我们录音是那个阿布啾大哥，然后。我就对着那个麦克风说，因为他们在那个录音室，然后我们在那个另外一间嘛，然后我就突然对麦克风说，啊，有点想打嗝。然后李梦纯就对着麦克风这样打了一个超大嗝，然后我就不是我，我就讲了三次说不是我。他真的，李梦纯真的不要闹了，真的超好笑。他是直接发现，因为我说我想打嗝，他直接打一个超大嗝，然后把那个锅甩到我身上，然后就变成是我，你知道？然后我就说不是我，然后讲超大声，然后大哥就无语三秒，超级好笑，这是前几天发生故事，超过分欸！我就说啊，有点想打嗝，然后就打一个嗝，然后我就说不是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哦，我就天生斜咖。哎，今天发现原来卫生纸真的可以打喷嚏成功。我来试试看吸熊熊可不可以打喷嚏成功。你又不是猫毛过敏。不好意思，他那个冲进去，他那个跑走。嗨，熊熊。嗨，熊熊。竟然敢不给我抱！臭小熊！哼，你以为我很想抱你吗？
看起来是蛮像的。经常都要想到天生写卡，看那个赵友仁这是在写卡吧？农场抓鸡。他说：“我跟他抓什么什么姿势，在农场抓鸡。”哈哈这样吗？哈哈在我旁边大跑酷。Run for， 啪！叔叔咬他，抓到。猫嘞，咬，咬它，咬它，过来，咬它，咬它。你输了，手下败将。啊，找到了，我都快累死了。抓个猫怎么那么难呢？哎呦，让我抓一下。好，闻一下脚。也太不给面子啊，两秒钟直接给我消失在画面里。上集握手会前上班的我们就是农场抓鸡，小明正在开心农场，就是脸书游戏这样。哇，你好老哦，你竟然想出这个东西。你有 Facebook 的时候我还不能办啊，可是我偷偷办。开心农场是我八九岁的东西，好蠢的鸡，炖的炖鸡汤啊，熊熊在哪？算了，波比辣椒。什么叫好老？哼，我老说我老，在场的人都要哭了。偷菜，最爱偷菜，哪都不想要人家偷我的菜。大家都很年轻，好关枪哦，救命！你攻击我村庄，村庄那个也很久了吧？那个，你知道那个村庄那个叫什么？我也忘记了。那个村庄叫什么？开心村庄 ，Coin Master 啊啊 ，Coin Master。我们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刚转学来的时候超爱玩那个，大家都那个交朋友，然后就是，谁要攻击我村庄的？屁啦！到后来就变成说那个，我就看你跟我撑多久。我就不睡，晚上就要拜拜。我就不删游戏。旁边是同学吧？对啊，村庄还不如问是谁代言的。卡里比吗？有事情周六见，周六见，你就为此而来？你刚攻击了我的村庄，我的 Coin Master 村庄。我们几点出门？我觉得你可以先叫车。我们7:30起。那你可以先叫车。你要叫车吗？还是我叫车？一样啊，你叫我。你叫好了，因为我现在手机在直播。我在转钱给你。好啊，把你全部钱转给我。太狠了。那就你去日本吧。我的签证给你。我那天去拿了我的签证，然后压线进去。他说我差一分钟就不能领了，他跟我说差一分钟就不能给号码牌咯。欸，是这个吗？我打地。创世纪。你知道创世纪吗？创世纪啥？就是一幅画那个。哦，我知道我知道。压线大师伯，连签证拿签证都要压线。亚当跟上帝，我就是上帝。不敢给我画那个骚鼻子那张图，有当头贴。
直接发疯，不会抱怨就好。没错。眼睛飞为一起 ，What can I do？ 嗯。眼睛飞为一起。我不给你药水吗？对啊，但是我是对熊熊。哦，那谁叫你要来了？我都跟你讲了。这可不一样。你自己很乐在其中，好不好？对。你要吃黑加力吗？我有很多条，可以送你一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黑？因为随便买一送一。我买超多。我这边还有三条。我叫喽，五分钟后就上车了。好，那我们在三分钟后念那个，好，不是你，跟你没有关系。我刚刚三分钟后念那个哈哥啦，黑加力。我只是在认同，我懂你。加力，黑加力。那有白加力？有啊，我们团里面有人叫加力啊，比他蛮白的。就是李加力，但他很白啊，所以他就是白加力。等下去日本应该好晒黑。吃饭前吃糖果，哦、嗯，去日本的人都会变很白，因为他们都很会那个，那个保养哦。我发现会不会是因为日本女生少穿短裙短裤啊？你不会，因为你是老阿妈，你已经不能接受短裤、欸。对，我跟你讲，我刚才讲个事，就是我刚刚要出门，我就要先换衣服，然后我就拿了一条短裤说。还是我穿短裤，然后他说穿啊，我说算了，好冷。他说今天很热、欸，我说可是到晚上会变很冷。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以前啊，可能高中、国中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寒流来，我去外面骑脚踏车去玩，我都可以穿那种热裤，你知道吗？就是穿那种超短裤出去，牛仔裤那种超短的，然后再跑出去玩，这样就都可以。可是我现在或者是穿校裙，我都 OK。然后现在上大学，我真的不 OK， 就是很冷啊，就是我现在超级怕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腿也开始变敏感，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觉得说，只要穿短裤，我就会觉得受不了，穿短裙也是，所以要看我穿短裤、短裙，真的都只能在夏天才能看到，或是演出，对，演出就会告诉自己不能觉得冷，跳就啊，没有，我想到我们那时候去年去那个什么，嗯。啊、老了，整个现在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就是一直穿短裤短裙到处跑。我们那时候有一年去那个圣诞节嘛，去那个什么阳光剧场，一个新的淘一个新场地，然后那时候大寒流，那冬天，然后我们竟然能穿那个梦之路的衣服，就是那个短袖亮片那个衣服，然后配短裙，然后我们说。就是正式开始前要先在外面 stand by， 我真的是冷到快过世，很多人都抱在一起，然后就觉得大家很像就是那种遇难，你知道吗？就在那种在雪山迷路，然后遇难这样，然后大家就抱在一起取暖，这样超级荒唐，然后都还飘雨，然后我那时候跳到矮大卡大完以后，我就直接心悸大发作。原来剩四分钟可以给你念 hashtag，、嗯、没有，我现在就可以念，我是心悸大发作，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差点出歹机，然后还有后面的美食，对，星际大战，我在变星际宝贝。我那时候拍那边的时候，我一听就问我说：“姐，你还好吗？”然后我就抬起来头来，我就这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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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的，然后准备在唱了，你看起来没事，然后唱《星际大战》的主题曲。太斜卡了吧？没错，自己玩那个梗，当然那个梗要自己玩啊，不然别人玩很低俗。被你冷到快心悸，大家不要再心悸了。好，来念一下钻石榜。那我们来观播前往餐厅了。
今天第十名谢谢龙魂香，第九名谢谢波喜，第八名谢谢阿牛，第七名谢谢王保罗，第六名谢谢伟，第五名谢谢后影，第四名谢谢中营，第三名谢谢卤肉饭，第二名谢谢拼拼，第一名谢谢得得得得得得，谢谢阿珍。在朋友面前念这个还蛮羞耻的。对，大家今天谢谢大家进来看我的直播，那很快就会见面，礼拜六手牵手工演出日见。对，这几天再发一些照片给大家。祝你们用餐愉快，谢谢大家，大家晚上记得吃饭，拜拜，手牵手见，拜拜。大家可以就是分享自己坐哪里的资讯给我，我来努力去寻找大家，拜拜。